来，现在教你怎么抽奖，怎么获得抽奖资格，好不好？卖个懵啊啦，哇，一点懵一点懵，哦，这个就很简单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有分电脑版跟手机版，好吧？啊，有没有他妈够仔细啊，好不好？这样才仔细，好不好？电脑版的先来，你用电脑用的话，哦，打开你的脸书 ，Facebook 啊，好不好？啊、如果你连 Facebook 账号都没有啊、哦，我也救不了你了啦。然后搜寻《Garena穿梭对决实况主修分零》，就是我的粉丝专业，还有个七队啊，七队了哈，来啊，你会看到一个有影片的、啊，我有把它置顶啊，就是最上面的那一篇啊。好、啊，下面有一个分享的按钮，嘎点队啊，分享嘎分享队啊，然后上面你就选。分享到自己的动态时报，好吧。然后这边看你要打什么啊？你要打修哥好帅，修哥太神啦，修哥666，好吧，随便你啊，你爽就好。打什么没差，好吧。啊，重点来了，这里有一个选项，把它打开哦，你一定要设公开啊，一定要打公开的、啊，好吧？一定要打，一定要公开，一定要公开。一定要公开，很重要，所以说三次哦，一定要公开啊，不然你到时候那个抽奖软体是没有办法侦测到你的脸书的啊，你是没有抽奖资格的啊，好不好？然后再给它发布下去就 OK 啦。然后未成年的注意，未成年的注意哦，未成年的，如果你的脸书设定的生日是未满18岁的，你是没有这个公开选项的、啊。好，你就要把你的去你的个人资料生日那边改啊。可是你要注意哦，他那个生日他只会让你改三次哦，你要自己啊三思而后行啦、啊，好、哦，好吧？啊，不然你就是没有，不然你就是去拿你爸妈的手机分享啦，啊，不然也没办法啦。然后再来就是手机版的啊，这样够不够仔细了 啊？这样够不够仔细了、啊？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啊！那你们再问我怎么抽奖，我就他妈打干爆你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等我一下、啊，我开手机啊，哈、啊，开镜像输出啊，好、哦、来了，注意看，好吧，注意看，我这是 iPhone 的，啊，打开你的脸书的 APP 程式，好吧，打开，啊，一样搜寻。啊！改运长穿梭队员实况主修分零 ，damn 喂！啊，点下去进来了有没有？进来了，啊，一样。先找到那篇文章，找到之后，这边有个分享有没有？七对，啊，立即分享公开，好、哦。怎么样？立即分享公开，然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动态时报上面啦、啊。怎么样？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动态时报啦。哦，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是不是那个这边是不是这个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一个球球有没有？在那个。分享了《感觉来传说对决实况主修分离》的影片，下面不是有个刚刚吗？刚刚旁边不是有个球球吗？哦，如果你是显示这个球球的话，哦，就是代表它是公开的啦，好吧？那个就是一个地球啊，就代表你是这篇文章是公开的啦，好吧？这样就 OK 啦，好吧？然后再到，然后告诉你们一个小秘技呀、啊，好吧？小秘技呀、啊，好吧？你们只要到我的粉丝团，有没有？啊，这边有一个评价啊，哦，他妈五颗星呐、啊，五颗星，给他点下去啊，有没有？点下去，然后按完成，啊，非常喜欢 ，very like， 啊 ，OK 之后啊，你这个中奖几率会增加30%啊，30%啊，中奖几率会增加30%啊，没有在跟你胡乱的啊，好不好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好是那个文章啊，按个赞啊，粉丝团一定要按赞，好吧？粉丝团没按赞也抽不到，保证你抽不到，好不好？
就算抽到了，我也把你拿掉，好不好？啊啊！感谢大家的收看啦，不要再问我怎么抽奖了啦，再问我跟你翻脸哦哦。